我哪里伤你了？我给你了，很方便的。我哪里伤？我哪里伤你了？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一名身穿黑衣男子骑着摩托车追在垃圾车后方，等车停下后立马上前，不断说司机凶他。过没多久，又出现好几名男子加入吵架阵容，甚至做事要攻击司机。因为他自己说我很凶，我很臭屁，然后态度很差。可是我从头到尾就讲那几讲那个，你要时间要到了，你要多久？时间要到了，你快一点哦，就这样而已。清洁队员被骂得一头雾水，他表示大年初五加强基隆仁爱乡附近清运，当时这名男子丢垃圾时请司机等一下，司机询问还要多久，双方在一问一答之间疑似被认为口气不好，隔天遭男子与亲友拦车大骂，还投诉清洁人员。至于冲突原因，社区前理事长已进一步了解。